你好，你好，您是要走了吗？我刚来，刚到这里啊。你从哪里过来？成都。成都，你家是哪里的？家是河南。你这车就是座椅直接放平了是吧？对，买车的时候也没想到要出来。我看你带的东西不多呀。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，我带好多东西。就是带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就没地方放。我这次出来，我就不想带太多东西。你是准备往西藏走？对。就你一个人？我一个人。一个人也不怕了是吧？不怕了，因为不是第一次去，所以都不怕了。你去年也去西藏来着？对。你晚上在这不冷吗？不冷啊，这个我从家里带了一个这个厚的这个被套，我不喜欢睡睡袋，我觉得睡袋不干净。啊。那你做饭怎么办呀？做饭，我这里面有做饭的。哦，做饭的东西放这个小箱子里面。嗯，对，我去年带的很全，我去年带了一个，两个头的那种炉子，还带了一个卡式炉，还带了一个小的那种。我今年就带了一个。带了一个，那够用吗？够用。哦，就用那卡式炉做饭是吧？啊，对，但是去海拔高的地方就做不了。你几天跑到这里了？号出发的。那你跑这么快呀、啊？从河南跑过来的？啊，蹭了个免费高速是吧？对，我晚上跑。晚上？白天睡觉。什么逻辑啊？晚上不堵车。那你晚上不放困呀？不放，白天睡觉，白天睡饱了。我感觉还是晚上开车不太安全。还行吧，我晚上开车还比较有精神。那是老司机了吧？没有，我驾照才五年。五年就是你出来几年了？我出来五年了。就一直在外边游荡。对。没有工作呀？没有工作。我是14岁，我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了，就是有抑郁症。完了以后就是越来越大，完了以后就越来越严重。我之前呢开了一个工作室，就是工作了几年吧。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抑郁症越来越严重。哦。完了以后我就想，出来走走。出来转一转。啊，对。那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去年回家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我只要在外面的时候就没有状况。没事。但是我一回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，去年回家了有半年吧，就是又发作了，就是，年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严重，完了以后我就想着出来转一转，散散心，出来转还是比较好的。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也是抑郁症很严重，我就是属于很严重的那种，严重的那种都是要自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在那儿呢。那现在也是出来半年了吧，好多了。我就怕，就是之前就是刚过完年吧，就是那一段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啊。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活不了了。想不开是吧？反正就是咋说了吧，他这个抑郁症会让你肢体上就是有很多病，就是。啊。我也去检查了，完了以后就是。检查了三次嘛，都说是不好的病，然后以后吓得我爸也哭，全家人都不开心。那你那个吃着药没有？吃着呢。也吃着。啊，吃药有半个月了。哎，只要不那个乱想，就问题不是很大，是吧？啊，我觉得出来旅行还是有很大帮助。对，反正就没事来回转一转吧，看看风景。想得通透。那你这个花销怎么办？花销我就呵呵吃老本吧。吃老本，有积蓄是吧？那你今天为什么又选择来西藏呢？我觉得我很喜欢西藏。西藏的，那你不高反吗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高反；第二次来的时候还高反。因为我现在已经。算是第九次了。第九次啊？对。你一年要去几次西藏？一年去有时候两次吧。这次不高反了吧？这次因为我来的比较急，我在成都，就是昨天从成都一下子就到这里。
昨天一天，那你真够能跑的呀。对，所以就是到这里就高反了嘛。到折多山的时候，我的头有一点点头。你是晚上跑的折多山？白天。哦，我以为你是晚上。就是傍晚嘛，傍晚到。啊、那你就在这儿休整两天，休了就行。但是昨天那个车友给了我两只葡萄糖。啊。好多了。对，喝点那个行。啊。你带着氧气没有？没有。我觉得我来过很多次了，我就没有带，我就是各种药我都没有带。啊，那没事。但是还是来的太猛了就不适应。但是我适应一天就好。啊。现在已经好了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？嗯，没打算。就慢慢走嘛。啊、嗯，是吧？考虑一下，走，对、嗯，慢慢走，走到哪算哪，走到什么时候算哪。是不是西藏你去了好多地方了？算是吧。西藏魅力太大了。对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西藏。对。以后你看，我别的地方我去一次我都不想再去了，但是西藏呢，我来了还想来，觉得自己没事情的时候就想来。啊、对那个抑郁也有帮助是吧？对，那个我觉得对那个有很大帮助，因为我第一次来西藏的时候也是走的318，我觉得从雅安再往里走的时候，那个心情瞬间就不一样了，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很豁然开朗的那种。豁然开朗。就越往前走，你觉得那个天空很低，然后云彩也很低。完了以后，那个景特别特别漂亮，然后你就会暂时的什么都不去想。你会不会修车？不会啊。我的车，那个昨天我上来的时候，那个故障灯亮了，它完了以后它一直亮，一直亮着。我刚才在打火的时候它还亮。我给你看一下，故障灯。对。哎，那一个扳手，一个发动机啊，那是。嗯，对。就是这两个。对。该保养了吧？但是那个小扳手的时候，好像是该保养了。啊。但是这个发动机这个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在西藏这种路况，这个灯亮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你这车高反啊？之前来的时候它也没有高反啊。那等你去保养的时候，让人看一下就行。我过年的时候刚保养过。那你这车跑多公里了？11万。那你上次保养是多公里啊？10万0000。现在11万。嗯，11万3。那也不对呀。对啊，所以那你显示的小扳手是要显示要保养了呀？对啊，那个小扳手我倒不害怕，我就是旁边这个发动机。等你找个地方。做一下保养，让他稍再看一下，没准保养好了之后他就没有了。那这个发动机跟保养有啥关系呢？我的意思是让别人稍在这给你看一下，因为我也不懂。因为我的车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有那个发动机故障嘛，我就不管它，跑着跑着它就没了。这附近没有修车的吧？那得去镇上。啊？去镇上几公里吧？3-5公里吧。你最好去让人家看一下，专门修车的嘛。那我一会儿去镇上让他